道了。如果你们要全跟我走的话，我尽量吧，尽量养吧。我那啥，我不说啥了，你自己行就行。最后这个举动太爷们儿了。再一回家呢，我来自吉林德惠杨树，我是一名怪车司机。那个我的交友宣言是：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不是所有男人都叫明明熙。来看一下十六个更漂亮的姑娘。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可以了。十六个女孩先考虑一下，请选择。和你的意中人牵手成功的话，将会获得由迷你整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储值卡一张。就是相中谁，觉得谁不漂亮，你就把他的灯灭了，至少灭一盏。骗我呀，太高了你。不是，是不是因为太漂亮了，完丑花眼了，到我这儿就是那啥了，然后就灭了吧，是这么回事啊？不是，你们都太漂亮了。那你是你换个词儿啊？就问题是你个头太高了。高啊，你站这块咱俩差不多呀。差不多，万一你要穿高跟鞋呢？我从来都不穿高跟鞋。你早跟我说呀。现在说晚了，晚了，再给我次机会呗。别给了，下次吧。你这样，你走过去，你站朱静旁边，让大家看看你俩般不般配，个头行不行？好不来去吧。行啊。你看真挺合适的。我配呀，燕子姐都说了，这咋这样呢？感觉他太优秀了。上一个给我灭了的也说我优秀。是吗？你下次你穿不穿高跟鞋，你提前告诉我一声。你要说你不穿高跟鞋，我要能联系上你，我还要上电视台吗？也是啊。行了，你俩别说了，灯都灭了，你说你还使啥劲了哈？13号童云飞把灯灭了哈。啊，对，因为我不超过1.6米，有点自知之明。你觉得呢？个头咋样？他？还行吧。还行。那他要不灭的话，你会灭他吗？我尽量吧。你尽量是什么意思啊？我尽量选择呗。你那意思是来挑我们呗？你们全能跟我走吗？那如果你要能扬起我们，我们全和你走。如果你们要全跟我走的话，我尽量吧，尽量养吧。咱东北小伙这个实诚啊。就是我怎么着我也得表现出我爷们一面，我就是没钱，我挣钱我得养16个媳妇儿。尽量吧，尽量吧。行行，你平静平静啊，我怕你等会儿灯全灭了。来看看短片，来一起看。大家好，我叫于元喜，我今年23岁，是一名挂车司机，月收入是4000到5000元，家里边有个姐姐，姐姐现在已经结婚了，父母对我的婚事挺着急的，所以说尽快想找个媳妇领家去。家父母身体状况还不错，挺好，能干活，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家里边有1场多地儿，然后父母有闲的时候出去打打工。我是一个比较爱说、比较爱笑的人，平时朋友们对我评价都是挺逗、挺爱说、挺爱笑。但是我对我自己的对象挺专一的，未来打算和我的女朋友在德惠结婚，然后打算买套楼在德惠，等父母年迈的时候，打算把他们接到我身边一起过日子。希望今天在全职人恋这个舞台上找到我心仪的女孩。如果你对我有意思，请为我留灯，谢谢。
我二十三。你介意比你大的女孩吗？女大三抱金砖吗？我不介意。关键不女大三呢。大几呀、啊？看这儿，实数吗？大一呀、啊。大一也没事，大一也不错，大一挺好啊，大就好。但是我介意比我小的，不好意思啊。我出于他的感觉，我没说女大一不是七，但是给我灭了。那给我灭了。你现在想说啥？灭了之后。我那啥，我不说啥了，你自己寻思去吧。给我灭了，哥们儿，你啥也别说了，灭你也该呀。你灭人家时候，你不也这么说的吗？那个，你看他们都灭你了吧？我没灭，是你把我灭了，后不后悔？我尽量后悔吧，尽量吧。尽量啥意思？后不后悔呀、啊？尽量吧，现在后不后悔？都给你灭了呢，就剩我自己没灭的时候，后不后悔？你不后悔？不后悔就行。爷们儿，不管自己多后悔，咬牙切齿说不后悔啊！来，你自己琢磨琢磨，到底后不后悔啊？来看短片。我和朋友上他家，他总是非常的热情，有好客之道。再一个，他这个人他就是非常的幽默。我是大斌的弟弟，有时候我觉得大斌这个脾气挺不好的，在我每次做错事的时候，就是挺严格的，对我挺严格的。最后，我希望我哥能把这个16个女生都领家来，让我们看看。希望这个16个女生都能当我的嫂子。我说你刚才叫号，全给我回家，是想给你弟弟看看这16个女孩是吗？不是这个意思啊，那是啥意思？灭灯给我灭生气了啊！哎，那你要两口子过日子，他要是给你整生气了，你也得这样啊？那不能。那啥样啊？两口子过日子，他要给我整生气了的话，我哄他。我看啊，来场上那个李芳芳亮着灯的，你哄哄他，我看看你咋哄。媳妇儿，哎，干啥呢？走啊，吃饭去。我刚吃完。你看谁来了？找你来了。又走了。生气了呗？明天给你买点好吃的。买啥好吃？我给你买棒棒糖。我不要棒棒糖。你想吃啥呀？我想吃薯片。这媳妇太好答对了。我心不要棒棒糖咋地？要点贵的，要薯片。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一号朱桂娟出场，来，有请。我们来看一下小伙子上场的时候他选的意中人是哪一位，来，14号李彦辉，掌声有请。好，你问一个最想问的问题，一个是意中人，一个是为你亮灯的女孩。谁能在我父母卧床不起的时候把洗脚水心甘情愿地打到他们面前帮他们洗脚？我觉得吧，这位儿媳妇都能，愿意为你做一切的一切。接下来给你2秒钟，你考虑一下。你就选他了。一号大声说出来。一号。掌声送别14号李彦辉。接下来来看一下你考验他的这个机会哈，爱的纯度、爱的速度、爱的力量、爱的方向和爱的默契。全程热恋17秒以内干了这一瓶，你就是新的朱一号了。来，小二上啤酒。哎，来嘞！等会儿别动，别动，我们小二
是有功夫的。哎。哪单位的？开始。尽力了。小哥不屌，小眼睛不大点儿，我乐意呀、啊。他那出老欠抽了。看我这肚子发育的比你那差呗，这意思。我恨透咱们导演了、啊，这好像是《全程热恋》的灰姑娘版啊。大家好，我叫刘德军，今年27岁，来自吉林省梅河口市。想借助这个《全程热恋》的平台呢，找我媳妇儿，希望对面的女嘉宾能给个机会。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来看一下16个姑娘。接下来，我们16个女孩，好好的考虑一下，请选择。你的任务，不相中谁，对谁没感觉，至少灭一盏。你为什么会灭我呀？我觉得你露的太多了，衣裳穿的太啥了。你不都是这样吗？再加上了，我露哪儿了？我露多些呀，什么叫做多呀？但那些模特总在 T 台上露的不比我露的多呀。因为他们再加上那些明星穿的礼服不都我这样吗？就你好，你露的少。从脑到脚底下，小个不点，小眼睛不大点儿，撇个小肚子，我还没说你呢，你就先灭上我了，凭什么呀？我哪块配不上你呀？再加上了，你咋知道我平时生活中我穿的就少呢？穿的少能怎么的？我乐意，我凉快，你管得着吗？我管不着啊，但我就没看好你，我就没等，怎么的？二小咋地？不能怎么的，我还没。冷静，冷静，停。行，必须得有裁判上了。我刚才喊停都喊不住。刚才我正在思考，我是灭呢还是不灭呢？可是你已经，他们已经都灭完了，我的手完了。哦，那你早点灭，省得我走一趟嘛。那我乐意溜你怎么的吧？他如果他要是把你灭了，你灭的那个人是谁？那就不是他了呗，是别人了呗。我都把你给灭了，你再灭我的话，你那不有病吗？我乐意呀、啊。那你就乐意吧，我管不着。你愿意别人把你卖了，你还帮他数钱，有这爱好吗？那分谁呀、啊？我。假如是你，那是不可能的。你那意思，我不能把你卖了呗？对呀、啊，你是想证明你比我聪明呢，还是觉得我舍不得卖你呢？不是那个，我也不是说表示。